瞧，肖战这小子可是娱乐圈的宠儿啊，每次一露面，简直比国宝还珍贵，粉丝们都得心疼得快哭了。最近这事又发了一组肖战的新照片，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整个粉丝圈都炸了锅。人家肖战不管是记者的生图还是官方精修照，都一样帅气，不像有些艺人一拍生图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这得多糟心啊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见过黑粉的杰作？他们就是那些想在肖战脸上使绊子的家伙，别说了，听着都恶心。他们那些照片锐化了，拉长了，整个脸都给阴影给遮住了，就是想把肖战弄丑。哼，你们这是图谋不轨啊。还记得2019年肖战粉丝们把他 P 到米兰时装周的事吗？那可是有点搞笑了。虽然有些人觉得那是蹭热度，但其实那只是粉丝们对偶像的一种支持和表达爱意。毕竟谁不想自己的偶像在全球范围内闪闪发光呢？肖战的成功可不是偶然的，他可是实力派啊，每一步都踏得沉稳而自信。在这个大舞台上，他用实力和魅力证明了自己，粉丝们都感到幸福，能够见证肖战的成长和成功。无论是记者的镜头还是别的角度，都捕捉到了肖战那不变的帅气和自信。